会是谁呢？那又会是他吗？那又什么事呢？那又假装将军帮他把问题都摆平，那又不得了了，那又去吃饭了。哎呦，明明心里很喜欢，却保持着距离，我怕被伤害，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一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。叮叮的哥哥，小姐会是谁呢？